姐，刘大人到。怎么，刘大人到？阿爷，莫不是让小姐和她家吴公子被唐僧请了？这倒要小心了。有请。有请。老大人请坐。有座。不知恩师驾到，未曾远迎，还晚失罪。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岂敢。大人请喝茶。老大人为何发笑？状元公，那日科场之中，初睹风采，见你相貌不凡，与众不同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啊，果然是茂盛胖安呐、哦！取笑了。哎，相貌不俗，国之栋梁也。老大人过奖了。难怪圣上喜爱，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、哦。老大人。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什么大喜？状元公啊，恭喜你少年的姑娘天下，状元记得谁不相貌不差，今日也许陪你从此你成肉在帝王状元公，你就不要太谦了啊！万岁恩赐，老大人的栽培，小生实是感恩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么？怎么、就实难从命了？确实为何呢？状元公，他是个房子啊。
是个有气势的人了。有气势的人了。哎呀，不对，那日秋林宴上，万岁问你可有妻室，你说你尚未有妻室，怎么今天又出来妻室了呢？老大人，状元公，你应允了这门亲事，老父我还要讨几杯喜酒喝喝呢。哎呦，刘大人，那我们家状元公她是个女的嘛。胡说。大人，状元公，你不念老父我做法之亲，你可知道这甚命难违哟。甚命啊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李朝廷听旨，万岁。万岁有旨，选李朝廷即刻进宫成亲，不得有误。